期待已久的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在法国当地时间5月14号华丽开场，备受期待的中国明星在戛纳红毯上完全不输阵，其中巩俐身穿拖尾薄荷绿礼服，配上霸气十足的表情，女王范十足，官方镜头也是给足了巩俐360度无死角的曝光，巩俐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可见一斑。除了巩俐之外，中国女星刘涛今天的造型也是相当惊艳，白色深V高开叉礼服，大秀事业线，中国风绣花极为精致，再搭配上华贵蓝宝石配饰，尽显优雅华贵，看来涛姐为开幕红毯做足了准备。除此以外，华语电影《天火》主演王学圻携手昆凌亮相开幕红毯，昆凌小 M 露肩，黑色晚礼，大秀香肩，给人一种小公主的感觉。一旁的王学圻酒红色西服，身姿笔挺精神，还有入围本届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电影《灼人秘密》导演赵德胤主演吴可惜，以及演员施雨菲和新生代鲜肉董又霖等明星也都在戛纳红毯上吸引了无数聚光灯。除了中国明星之外，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成员也一同亮相，其中小公主艾丽范宁在红毯上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丝质裸粉色礼服腰间搭配蝴蝶兰配饰，优雅华贵，大深V设计更显性感。98年出生，年仅21岁的艾丽范宁是戛纳国际电影节史上最年轻的主竞赛评委，再加上小仙女般无可挑剔的容貌，绝对称得上是开幕红毯上最靓的仔。另外，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丧尸卫士》的主创一同亮相，主演蒂尔达·斯文顿包裹严实又不失个性的晚礼服，再加上其标志性被风拂过的金发，与一旁低胸高开叉礼服、发型利落的塞琳娜·戈麦斯形成鲜明对比。看完两人红毯上的造型，网友们对影片更加期待了。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红毯已经顺利结束，作为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开胃大餐，明星们的造型整体来说都没有让观众失望，我们也一同期待电影节接下来的行程吧。迷谷娱乐整理报道。